米奇，今天你爽到啦？怎么差那么多？怎么啦？韩文跟台语真的非常的接近。空军强棍，哎呀呀呀呀，槟榔摊，槟榔大，韩文。韩文没有槟榔哎。我另外一个节目的搭档啊，因为他也都站这个位置嘛，主持了三次以后。他左耳听不见了。本周六晚间7:30，请锁定民视《玩命街头》。